下雨了没？哎 ，Just come， 快！辛苦了，撤了。好，老大，干嘛？大妹去哪？这我又没看过哎。你问这个？我介绍一下。人家比你高了。拜拜。你高就比我高嘛。
Sorry， 你睡着了？没有，你去睡，你去睡。这边到你家还有一个小时。我不能回去了。那你想去哪里？不是啊，你不吃老外要吃啊，你不吃面你起码喝一点汤嘛。啊，对对对，我有拿到一只我的旧手机，你先顶着用啦。啊，你开门嘛好不好？放心，你不说我要吃哦。这样子我带你处理呢。哦，喜欢了，没了，放心啦，这固定该做的啦。好了，把这来递下哈。所长，办事拜托了。没了，我不应该收你啦。我一万。再讲啊，明天绝对不会来收啦，你还是早的嘛。哎，但是一定要你处理啦，你放心啦。那你得下你，麻烦你啊。好，阿良你来这。哦。这个，跳几个啊，煮料出来。好。叔叔。这是什么状况？所长亲送的哦，日本人来台湾找媳妇啊？日本？嗯。哦、我们什么这么国际化？一定要 international 一下子嘛。哇！而且你看，他们媳妇混血儿。混血儿？你的菜啊、哦！好吃啊！早上还有一个美亚来找你。老大，啊，你那颗小粉花放多久啦？占空间呢。受够了跟一群不懂变通类型工作，真的好累。你今天下午找我什么事情？我真的忙到没有时间回你。后来你跟 Charles 去哪里？好玩吗？
我不想生了。你怎么可以答应他们帮我们生小孩啊？谁跟你说的？听不到跟我讲了。你放心。在你还没有怀到我们孩子以前，我不会帮他们。所以你现在还拿我的肚子当交易？这不是交易，不然是什么？不是你想怎么样我们就能怎么样的吗？我们有个方式跟人家谈啊。那你有跟我谈吗？你有想过我怎么想吗？你现在就是想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那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我每天在外忙什么你了解吗？要一个家不需要花钱吗？请问你有概念吗？我能跟你谈吗？我是你老婆哎，你要帮人家生小孩你不跟我讲哦？那我就已经说那是还不确定的事情，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又要担心东担心西的？都不想先讲嘛。那你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要讲，我就躺在那里被人家干就好了。他们是 gay， 我们是 lesbian， 没有办法自己怀孕，请问不互相帮助是可以怎么样？你一直想要有个小孩，我一个人是要怎么办？你教我啊！你可以跟我分担啊，你不要那么有压力嘛，我希望你快乐一点。我好像怎么做都不对，我也希望你快乐，可是我好像怎么做你都不会满意。Your mother. Did you have kids? No. She didn't like children, actually. It was your father who wanted you. That's why she had you, even though they'd split up by then.
Goodbye, darling. All right, beautiful, where are you going? Looking nice, sweetheart. Oh, it's too cold to walk. Come on, we'll give you a lift. You dropped something there. Oh, you best pick that up, mate. Yeah, we'll pick you up.男朋友拿着来英国，就大家一起约一下聚一聚嘛，就轻松的聊聊小孩子的事情啊，你不觉得就是很不轻松哎？Joanne，我那边没酒了，还有吗？王秘书 ，Thank you。既然有一点喝醉了，不过他还是蛮关心你的啦。他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不然的话应该多带你出去玩，对不对？哎呀，多多体验体验他嘛，嗯。不然这样呢，现在我们玩一个游戏好吗？这间龙蛇杂处的屋子里，哪一个是我的？啊，那的，给你猜。这个春天，杰安跟渡边，他们想到了这个计划，听起来真的很疯狂。但是我想有一个小孩，我想给他一个家。杰安说，那就不要想太多。渡边说，要有冒险泛滥的精神。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了。Come on, man. Let me give you a hand. Okay. 好了没啊？都站在外面了耶！啊 ！I'm sorry, baby. Keep going. OK. 我们尽力了。这么少可以吗？试试看。I'm coming. 到底行不行？
以吗？没子弹，加减用了。吸气，还好吗？进去了。我没力了，我也没力了，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跟荣幸好像跟肿瘤一样，一直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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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什么啊？Sorry。什么肿瘤啊？那我们怎么办，庄？没能怎么办？难道做试管吗？不行啊，太贵了啦。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哎，丽莎不该。既然我们第一次失败哦，然后做试管也很贵，大不如我们直接来做爱吧。好。啊？只要10分钟。什么都不要想，然后眼睛闭闭，下个月噔噔就有小孩了，怎么样 ？OK， 让我想一想哦，我跟 Joanne， 然后 Cindy and Tim 嘛，对不对？可是我 Joanne 有一点没办法啊，没关系，那我跟 Cindy 好了，然后哎，这样子的话 ，Tim 也跟 Cindy 嘛，我们这样三个好像三 B 一样，白痴啊你，什么东西、啊？哎 ，Come on， 哎。没有冒险泛滥的精神，哦，人类是飞不上太空的，哦，啊，神经病！好，向伟大的前辈敬礼。嘿，手下，嗯，你在哪里啊？在公园画画。哦。哎，我正好在附近巡逻，哎，我去找你好不好？不用啦，不像一个人。没关系啊，你信我很快啊。好，先这样，拜拜。行。方荣兴。你要是讨厌我的话，你就直接说嘛。你这样子就走，不见，我找你手机都找不到。
你一个讯息都不给我。不是，没有，他东西怎么都掉地上了？你好，朱乔，我叫阿泰。我知道你，阿泰嘛，你会到学校接他，晚上还会做饭送到他家嘛？这没什么啊，这好朋友互相。不管他在哪里，你都要随时掌控他的行踪。全世界只有你能对他好。徐坚，讲白了就是一个怎么样甩都甩不掉的男朋友。但重点是，你根本就追不到他。徐坚，你够了没啊？张永信，你到底在想什么？什么啦？你怎么可以住他家？他是我朋友，我也可以住我朋友家。这种心怀不轨，连你行李箱都要藏起来人，你当他朋友？阿泰，哎，你要干什么啊？哎，你这很奇怪，哎，你到底是谁啊？你凭什么说把阿泰都带走啊？这是我跟他的小孩，我讲这么白，你有听清楚吗？这不是你的小孩，世界上到底有哪一个妈妈买的这小孩啊？东西。我自己来，我帮你啦，红心，方红心，到了，就这间。Hi, David. Joanne, hi. Nice to see you again. Nice to you. This is Cindy. Cindy, hi. Nice to meet you. Hello. So, should we have a look inside? Yeah, sure. All right. 还好我已经想好了，我可以把你的作品挂在这边，然后这样一路的挂到楼上去。很棒的展示方式吧？客厅虽然说没有很大，然后地板还没有弄好，但我觉得装完好之后啊，宝宝可以在那边很平安的爬，很开心的爬来爬去。那瓷砖真的要用好哎？会啊，我就会弄好，没问题的。所以你看怎么样？布置金不错吧？会不会贵啊？一点都不贵，跟台北比划算太多了。你确定？确定。
谁啊？这一走又是一个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要去的地方了，我现在只想要好好的跟我的小孩地下来生活，有一个完整的家。小时候我妈全家帮佣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生日，你爸刚好没有出船，然后我们就跑去一间很豪华的牛排馆吃大餐。那时候阿姨不是还生病不能来吗？还好后来是赶到了耶。她是装病的。为什么？因为她不想欠你爸太多啊。想那么多，我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的。你想要什么样的家，我就给你什么样的家。事情开始有了意义，我终于知道在英国这几年以来我该努力什么，追求什么。我很想你，很想见你。你还好吗？你还爱我吗？
Shall we begin? Basically, it is recommended inherently the stenic mark is the most attainable way to register. Sor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problems with our original trademark? Yes, as we can see from here... Nous souhaitons garder notre marque de fabrique originale. Comment pouvez-vous nous aider? Oui, je comprends. Laissez-moi réfléchir un peu. Certaines marques suggérées sont identifiables avec ces produits. Votre marque connue contribue certainement à sa particularité. Joanne, could you show the next slide, please? Yes. Sorry, the one after that. Les alliances stratégiques, les particularités de multiples licences croisées ont été conclues avec des fabricants nationaux et à l'étranger.吃了没？还没呢。那我们先进去吧。Joanne, please have a seat. Welcome, ladies and brave men. Today, I know it's normal to be nervous. It's fine. I know you might have a little discomfort today, but it's normal, and I will explain everything to you before we start the procedure. All right. We'll be right back.
浩廷。嗯。我觉得我的身体好像真的有一点问题耶，我经期一直不是很准，要怀一个就很难了，现在还要生两个。哎呀，别讲这个啦。哎，你知道吗？有一种很特别的蕨类叫做西子蕨，它们大部分生长在喜马拉雅山东部跟台湾中海拔山区，长得就像你画的那个一样。嗯，它们是冰河时期所留下来的物种，它们借由不定芽做无性生殖，而且啊，它那不定芽长得就好像小 baby 的拳头，超可爱的。小什么小 baby 的拳头啊？不定芽。不定芽。嗯，来，乖，我画给你看。它长得就像这样子啊，你看，有没有？一只牛啊，真古锥，真正水。这什么歌？我在唱小时候我妈教我录的童谣啊。一只牛啊，真古锥，真正水。你找好一点，我怕找不好了。会吗？我看看，我捏捏，手手在这里啊。不好意思，我今天不方便接你的电话，你还好吗？那还蛮不舒服的。哎，不过现在很好了啦。又好一点。嗯。你的工作还好吗？还好。你会累吗？我去帮你倒杯水好了。不用了，我自己来，谢谢。哦，哎，那我再唱一次给你听。一只牛啊，真古锥。对了，我放了一些植物在家里，是对荣幸好，你不会介意吧？我有看到。那你什么时候走？你不是请假来做短期研究的吗？我实验室就在附近啊，过来很方便。我知道现在 Cindy 肚子里面有你们的 baby， 你来关心 baby 我没有意见。我也没那么现实啊，我也很关心荣欣。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之后就要回台湾了，所以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关心到他们的状况。有些东西要懂得区分得开。你明白吗？哦。你怎么不待在家里啊？我来接你啊。你还好吧？怎么了？
to the two mothers and two fathers. Yeah! Oh, Taiwan is local Wednesday. Wow, okay. From Lugan. Luga. Yeah, L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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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kind of okay. Take one. It's delicious. It's pretty good. So, you're having two babies, right? Two sperm and two eggs? Yeah, just two babies. And we can choose whose sperm and whose egg we want. Is that all? I just came from here. And get off your side. Like a shooting star. I keep on running away.怎么了？公司又在拼命了。是我装潢师傅，已经说好一个价钱的，现在又要加价。但我还是要恭喜你啊！你终于有了房子、妻子、孩子、车子和金子，五子登科了。 我最缺金子，现在房子买，而不贷款，然后装潢，然后做试管，还有最近给你的案子。哎呀，那真的不是你的问题啊！我们总部就差一个价嘛，用什么拖当理由拒绝，那个借口真的很多。还是谢谢你。 不要讲究了。再一年，再一年，我会跟你一样，名正言顺的成为这里的人。是啊。 进英国吧。进英国。Ok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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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Hello. Well, thank you. Have a look. Very beautiful. Oh, what a beautiful painting. Just look at the colours, the contrast. And this beautiful S that you repeat throughout like infinity. Primary colours, it's so beautiful. I'm glad you like it. I'd love to take it for my study. Should I take it down for you? Oh, yes, please. Okay. I'd love that. Just a moment. I'm
还蛮好玩的啊，而且只有我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家，说不定别人也没有做比我还好啊。荣幸他希望你在家吧，哈。我在呀，我在呀。Joanne。嗯。Cindy 代替你帮我买双小孩啊。答应该给你的钱，我还是得给你。你知道现在情况有点不太一样吧？没什么不一样啊。心里大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小孩不是吗？难道我这样有为难你吗？我们等小孩生出来再说好不好？你先收回去吧。如果生出来是女孩，你就按原计划带回去。如果是男孩，我一定会努力赚钱还给你的。拿回去吧。这事情我要走了。嗯。哎，东西在公司哦。会。Ah!
27, our prime minister. Thank you. Hi,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Or what? I think I'm done.下雨了，还好啦，要不然我们赶快上去拍一张福电影寄给龙心嘛。 Cindy has lost her child last month. What? 你怎么现在还跟我说? 那Cindy还好吗? 她很好啊。 我们也怀有一个小孩。 我已经跟庄主处理好了。 小孩不是还在龙心肚子里吗? 你处理什么意思啊? 放心啊。 小孩最后一定是我们的，不用怕，你妈妈会失望。 Charles， 你做了什么啊？ 如果我没有小孩，你妈妈一定会开心的，说不定她就这样会接受我们了。我不希望用这种方式得到小孩。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干干净净的，是因为爱而来到这世界上的。你说的那种方式是哪一种方式啊？有什么干净不干净的？你不希望我这样处理，对吗？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嘛？ Tim， 你知道我的痛苦吗？我的身体不是女生，我没有办法帮你生小孩，我没有办法帮我最爱的人生小孩，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讲多痛苦吗？我只是希望。 十年活得我们过得好好的，就这样而已。
刚刚好凶。对不起啊。钥匙给我，我看。我肚子饿了，你想吃什么？我想吃火锅，但是我想吃咖喱。你刚刚对我那么凶，应该听我的。好了，吃火锅。Charles， 四年之后。我们还是会好好的，而且我们不止一个十年，我们还要过好几个十年。你在哭哦？没有，爱哭哭。走，吃火锅。不用啦，快到家了。嗯，好啦，拜拜。嗯。这或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我要回伦敦了。但是有些话我觉得我当面跟你说会比较好，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跟我碰面好吗？我还以为你不会来。约你出来主要是要跟你说孩子的事情你可以不用再担心了，因为在你回来以前渡边他们发生了一点意外。你可以安心的把孩子生下来。上个月我被公司开除了，我想房子应该也没有必要留了，回去以后我打算处理掉，我会想办法重新开始。你的东西我会集中整理起来寄回给你。你还是住在阳台那里吗？反正我就寄回他那边吧，他总有办法拿给你吗？
孩子。需要帮忙的地方还是可以跟我说，如果你不想的话没有关系，不勉强。去一下洗手间。你怎么在家？你没去上马克啊？哦，这样就没有惊喜了啦。对，婴儿车哎。怎么啦？不舒服啊？发烧了吗？你还好吧？阿泰，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养孩子。就这样子了耶，不然等你生完，我们再去看他们。
你如果现在一直想这个的话，对你跟宝宝都不好。就是因为还没有去看，才会一直想嘛。这样他也会。一定要现在吗？嗯。你的个性比较敏感，现在大着一个肚子，你要是怎么样的话，那我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跟他们一起迎接小孩的出生，而且这也是我们那时候四个人的心愿，不是吗？他也想看爸爸呀。阿贼，这边坐了。李妈妈，我们今天带李浩庭的小孩来看你，这是我们跟李浩庭在英国很努力怀的小孩，然后他说你很想要看到他的小孩。你想讲讲安尼哦，我都会相信你啦。李妈妈，这是浩庭的心愿，所以我们才专程来的。你要安那证明我相信你啦？他说要怎么证明这是浩庭的孩子？李浩庭他是植物学家啊，然后他跟我说很多西子蕨，还有那个……啊好啊好啊啦，叫浩庭的网络拍开几啊下啦，啊卖甲我讲这啦，即卖社会已经有够乱啦，啊我心情也有够歹啦，这两个月来我拢无法度通困啦，卖阁来骗我啦，好啊啦好啊啦。一只牛啊，真苦水，真苦水。伊的骨甲一点点的真苦水，长的飞来飞伫遮，鸟啊飞来飞伫遐，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真苦水。回来，回去，回来，回去，经过嘴。
没事呀，没事呀。而且不好意思，千万别告诉你是等候哦。是。是方荣兴的家属，哪一位是方荣兴的家属？我是，麻烦你签同意书。好，卢医生。好，请问是方荣兴的家属吗？我是。哎，这同意书麻烦你签一下，签这边。那请问你是他的？他是我太太。还是要麻烦你请他真正的家属过来。办好势，阿哥在处理。哦，起来。这边请。哦，这边。弟弟还有事，我先回去了。好。阿丽西，我是荣幸的爸爸。同意书已经签好了，你不用担心。这是荣幸的。哎，你可以去跟你岳父大人聊天啊。你不用担心啊，方爸很健谈。来，回去了。哦，我先去忙了。加油。谢谢。三八了。我还是搞不懂我女儿。毛利，我是浩廷爹地。然后，你很幸运的有两个爸爸跟两个妈妈。Sean，快点来。我想带你去吃冰淇淋。我爸爸是日本人嘛，对不对？所以你的爷爷是日本人嘛，对不对？哈、嗯。金弟，嗯，你为什么要对
常会出现哦。你爸爸们跟妈妈们都很想你。这拢恁好洗的物件，我只记得浩庭跟我做的那一株长在深山里面，有着像小 baby 拳头的狮子蕨。他答应我说会寄一张照片给我，我一直记得他那一天跟我说的。那小小的西子蕨就像我们这一路以来的旅程。的道路上，我们将一起拥有这个小孩，并且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里
也会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Yes, this is Joanne Xu. In-person interview? Yeah, no problem. I'll reply you soon. Thank you. Let's keep in touch. Thank you.去好不好？如果你想念台湾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常常回来。想要看见天上的